老板，开房。学生。晚上就住这儿。眉毛真好看，长得这么帅，没有人会歧视你们的。勇敢爱。第一次都很难进去啊。我怎么从来在厂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？这户就喜欢我，不是你脑子里是这点画面都不带换台的吗？你的歧视离你又近了一步。他们没怎么样我，还没怎么样你啊，我都看着了。你赶紧给我把货造回来。他不是给了咱们一包山羊粉吗？最后干一杯。是不是那包山羊粉？对，就是这包白面。原来你才是坏人。我看你像坏人。他来了。